这是我目前看过最爽最过瘾的一部美剧，全程高能指数达到了满星，把真正的暴力美学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个男人就是日后让罗马人闻之丧胆的竞技场之神斯巴达克斯，他差一点就仅凭一己之力掀翻整个罗马帝国。在斯巴达还没沦为罗马人的奴隶之前，他曾是一个小部落中一名骁勇善战的勇士。在公元213年，罗马大军进攻希腊，但由于兵马不足的原因，罗马将军葛雷伯沿途招募了小部落的色雷斯人一起血战沙场，但是他们怎能受人摆布？这时斯巴达站了出来，他提议只要能帮他们消灭掉宿敌盖塔人，他们就同意加入罗马大军。因为盖塔人经常侵略色雷斯人的村落，他们在村落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然而葛雷伯根本就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就假装答应了下来。当晚斯巴达在跟妻子共度一夜良宵后，第二天他们就收拾好行囊准备奔赴沙场。为了表达对妻子苏拉的牵挂，斯巴达从身上扯下一根布条系在了妻子的大腿上，看着丈夫转身离自己而去，苏拉满眼泪水地为他送别。在进入战场后，斯巴达跟部落的战友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然而罗马人却在后方坐享其成。虽然他们每次都是冲在最前线，但是罗马人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罗马人在温暖的帐篷里享受着美酒佳人，然而斯巴达一伙人却在冰天雪地里吃着罗马人的残羹剩饭。这时在场的一位大哥当场就不想干了，斯巴达见状立马上前阻止，毕竟答应过人家就要信守承诺。然而这位大哥根本不讲什么狗屁承诺，一言不合双方就打了起来。可还没分出胜负，葛雷伯就让他们去前方打探军情。就在两人爬到山顶后，竟然意外发现盖塔人趁他们支援罗马军队之际，想要借机洗劫他们的部落。斯巴达及时回到营地，向葛雷伯将军汇报了情况，并请求将军能派兵前往阻拦。但是葛雷伯有着自己的打算，他根本就不顾部落的生死存亡，当初答应他们的诺言也抛之了脑后，并且还大发雷霆驱赶两人退下。毕竟希腊才是他的首要的目标，只要他能打败希腊，就能平步青云晋升权贵。第二天一早，当葛雷伯前来命令他们一起前往进攻希腊时，然而斯巴达却果断违抗了军令。葛雷伯听后瞬间上头，可没想到他在拔剑的时候却惊吓到了马儿，将自己摔下了马背，双方顿时剑拔弩张。还没等斯巴达反应过来，几名罗马人就已经被身边的战友斩落马下。眼见一位骑兵想要返回军营通风报信，斯巴达抢过一根长矛向他刺了过去。这女人不穿裤子就在冰天雪地里采摘野果，就在她满载而归时，迷雾里突然出现了几名强壮的身影，他们手持武器，头上还戴一副可怕的面具。苏拉当场被吓得不知所措，他连忙扔掉篮子想要逃走，但是野蛮人怎能轻易放过他这等尤物。苏拉还没跑出多远就被野男人一把扑倒。就在苏拉感到绝望之时，突然一把飞天利剑呼啸而过，紧接着一位眼神凶狠的男人出现，他就是苏拉的丈夫斯巴达克斯。面对欺负自己老婆的这些人渣，每一招对他们都是造成致命的一击，再加上苏拉的辅助，很快他们就将野蛮人杀得干干净净。这时远处传来了惨叫声，原来他们的村落已经被野蛮人彻底烧毁，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变得无家可归。两人只好先找一处地方暂时休息一晚，等明天一早再做打算。在经过了一夜的缠绵之后，当他们醒来时，却发现葛雷伯带着士兵找到了两人，苏拉就这样被他们强行带走不知去向，而斯巴达也沦为了奴隶被抓回了罗马，并将他带到了竞技场接受审判。看着台上数以万计的罗马观众，斯巴达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为了能将斯巴达置于死地，葛雷伯安排了四名训练有素的决斗士与他进行决战。面对这样不公平的对局，斯巴达被几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就在他感到绝望之时，突然看到眼前盾牌上的蛇形花纹，这不由让他想起了生死未卜的妻子，他绝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死去。在强大意志力的加持下，斯巴达体内的洪荒之力瞬间爆发，竟然仅凭一己之力将四名决斗士反杀，这也让台上的观众顿时变得热血沸腾，他们集体高喊着让斯巴达活命。可在竞技场上，奴隶是没有资格活下来的，为了顺从民意，参议员也一时为了难。就在骑虎难下之时，一位叫巴蒂塔斯的奴隶主说道，他提议将斯巴达交给自己训练，他此时正在训练一批新的决斗士，如果斯巴达在训练中撑不了多久就会死去，那么这件事就跟参议员无关了。参议员一听直接同意了他的建议，这一消息让台上的民众再次沸腾了起来。巴蒂塔斯是这帮决斗士的奴隶主，他把自己的训练场地建在悬崖峭壁之上，在重兵把守之下，奴隶们想要从这里逃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我们男主斯巴达在竞技场优越的表现赢取了巴老板的赏识，他不惜花下重金买下斯巴达，想把他训练成一名优秀的决斗士来为自己捞金。而斯巴达刚到这里并不受到欢迎，不仅受到决斗士们的冷嘲热讽，就连想要饱餐一顿都很困难。
在还没沦落为罗马人的奴隶之前，曾经的他也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勇士。刚进来的斯巴达一时无法接受自己奴隶的身份，更不想成为决斗士为巴老板捞金。即使面对老黑教官挥来的鞭子，他依然也不愿接受残酷的训练。就在老黑对他束手无策之时，斯巴达想要趁机偷袭老黑当做人质逃走。然而他的这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这里的每一个决斗士都是狠角色，特别是面对在竞技场中从未有过败绩的克雷斯，他的战斗力那可是相当的惊人，打得斯巴达完全毫无招架之力。但斯巴达是个生性不服输的人，趁着瑟雷斯转身不备之际，他扔出手中的利剑刺向了对方。瑟雷斯迅速挥剑阻挡，可却意外将利剑划破了一位新人的喉咙，当场毙命。瑟雷斯见状瞬间上头，他冲过去愤怒地将剑架在斯巴达的脖子上。就在老黑下令将斯巴达处决之时，好在巴老板阻止了他们，毕竟斯巴达还没为他赚到一分钱，巴老板可不想他就这么白白死去。眼见自己技不如人，斯巴达也只能无奈地被迫接受训练，毕竟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能救回妻子。第二天，葛雷伯来到了训练场，见到斯巴达，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斯巴达恨不得想冲上去将他碎尸万段，奈何自己却被锁链牢牢拴住双手。看到斯巴达现在的惨状，葛雷伯反而不想让他就这么轻易的死去。最让他解恨的办法，就是能在竞技场上看到斯巴达被碎尸万段。在临走前，葛雷伯告诉给斯巴达，你的妻子苏拉被士兵疯狂蹂躏后转卖给一名叙利亚商人。斯巴达听后再次陷入疯狂，随后他就扔下一块布条转身离去。这正是斯巴达在跟妻子离别前绑在他大腿上的布条。想到了生死未卜的妻子，斯巴达内心充满了愤怒与无助。这时他妻子苏拉的丝带掉落在了地上，看到斯巴达拼命的想要回丝带，老黑这才意识到这条丝带在斯巴达心中的分量，于是他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巴老板。巴老板这才知道了斯巴达的弱点，为了能让斯巴达臣服于自己并好好的接受训练，巴老板承诺可以帮斯巴达找回他的妻子苏拉。斯巴达心里也清楚这是他目前唯一的办法，于是他答应了巴老板的条件。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艰苦训练，他们迎来了成为决斗士的最终测试。在这场残酷的测试中，新人们要跟决斗士进行一场对决，只有赢得胜利才能成为真正的决斗士，而没有通过测试的迎接他们的只有死亡。最后轮到了斯巴达上场，他的对手依然是战斗力极强的克雷斯。虽然斯巴达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是面对训练有素的决斗士，他简直就是个弟弟，仅仅只用了几个回合他就被克雷斯放倒。就在克雷斯准备给他致命一击时，没想到克雷斯的一时轻敌让自己败给了斯巴达。最后巴老板让斯巴达通过了测试，他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决斗士。随后巴老板亲自在他手臂上烫下了专属烙印，斯巴达也彻底沦为了巴老板的赚钱工具。除了在竞技场的战斗之外，另一场战斗也在等待着克雷斯。每当女主人露西亚趁巴老板外出的时候，他把克雷斯叫到了自己的房间一起探讨人生。露西亚还安排一位女奴给他们放哨，一旦发现巴老板回来，这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就会提前结束。在训练场上，老黑教官正在跟他们讲述竞技场上的规则。在场上的对决只有胜利与死亡，但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那就是竖起两根手指表示认输投降，但这也是决斗士最耻辱的一种行为。斯巴达听后觉得这很可笑，如果认输投降，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一番话让教官很是恼火，他认为斯巴达根本就不懂得生命意义。维罗本想替斯巴达辩解，但是教官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一怒之下将两人丢进了粪池好好反省。很快一年一度的神之节即将来临，巴老板准备派出20名决斗士出战竞技场，给罗马民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到了晚上，教官宣布明天神节上场的20个名单，冠军克雷斯代表巴老板家族做最终的对决，而像斯巴达这样的无名小卒也只能被安排打头阵，纯属娱乐表演。但斯巴达为了能在巴老板面前展现出实力，早日救出妻子，他急需想要跟克雷斯来一场对决表现自己，于是他开始计划怎样才能跟克雷斯进行一场对战。随后巴老板在家里举办一场宴会，然后让决斗士们依次进入大厅内展示自己，他们也成为了达官贵妇眼里的玩物。而强壮如牛的克雷斯成功引起了葛雷伯妻子伊利西亚的注意，当他手指处碰到克雷斯的那一刻，女主露西亚露出吃醋的表情，就连旁边的女奴心里也是酸溜溜的。就在这时，斯巴达突然冲过来袭击克雷斯，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激烈的肌肉碰撞让在场所有的人看得血脉喷张。巴老板看出了贵族们的心思，于是吩咐手下先将两人分开，并当场宣布明天两人在竞技场上来一场生死对决。斯巴达也成功达到了目的。第二天神之节如期而至，率先出场的是第一次正式参加竞技场比赛的斯巴达克斯。
他的对手是卡普亚冠军克雷斯。随着克雷斯的登场，瞬间将现场的气氛拉到了顶峰。可还没等巴老板宣布比赛开始，斯巴达就率先对克雷斯发起了攻击。由于斯巴达的突然袭击让克雷斯一时招架不住，但凭借着自身的实力，他很快就找回了状态。斯巴达的进攻虽然看起来很凶猛，但对于在竞技场中有着身经百战的克雷斯来说简直弱爆。克雷斯只需反手一招就将斯巴达甩倒在了地上，这也引起了台上观众的一阵欢呼声。克雷斯摘下了自己的头盔，回头看向了贵族们所在的台上，这一眼瞬间引起了台上三位女人的青睐，这该死的魅力真是无处不在。克雷斯戴上头盔开始展现出真正的实力，在接下来的对战中，斯巴达被克雷斯的猛烈攻击完全碾压，最后用尽全力一击将斯巴达打倒在地。他走上前抓起斯巴达准备终结这场战斗，这时斯巴达看了系在手臂上的丝带，如果他就这样死去，那么妻子一辈子都可能沦为别人的玩物。桀骜不驯的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耻辱，台上的观众更希望看着他死去，但即便如此，巴老板依然不顾观众们的不满情绪，宣布接受了斯巴达的投降。毕竟投资在他身上的钱还没有回本，巴老板可不想斯巴达那么快死去。这一战让斯巴达彻底丢掉了曾经的高傲，因为在竞技场上投降将不再受到观众们的喜爱，这也意味着他很难再次登上竞技场。然而巴老板怎会白养一个废人，他要将斯巴达送到地下竞技场榨干他的最后一丝价值。而这里只有一条规则，那就是战斗到对方死亡为止。参赛的选手都十分的残暴，随着对手一口老痰吐向斯巴达，双方大战一触即发。由于原片画面太过于刺激，这里就不过多展示。最终斯巴达艰难地赢下了这一场战斗，这一战也让他的主人巴老板大赚一波。此时的斯巴达已经伤痕累累，但巴老板为了赚更多的钱哪里管他的死活，还没等斯巴达有喘息的机会就投入到了下一场生死搏斗之中。但凭借着自身顽强的意志力，每一场决斗他都赢得惊心动魄，只要输掉任何一场比赛，他都有可能为此丢掉性命。在连续高强度的作战下，已经让他的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脑海中时常浮现出妻子苏拉的身影，这也让斯巴达更加担心了妻子的安危。他心里清楚的知道，如果继续参加决斗他必死无疑，于是他找到巴老板想做个交易。目前他的赔率相当的高，只要巴老板将全部身家压他输，他会用生命来为巴老板赚到最后一笔钱，但条件是在他死后要必须答应他救出妻子。如果巴老板食言的话，那么他做鬼也不会放过他。巴老板听后兴奋地答应了他的条件，但为了不让人起疑心，巴老板要让斯巴达先假装打一会儿。最后一场比赛正式开始，刚开始两人打得有来有回，眼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在斯巴达准备放弃抵抗赴死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人群里有人正要对巴老板图谋不轨。斯巴达大喊提醒着巴老板，如果巴老板死了就没有人帮他救回妻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斯巴达迅速捡起地上的斧头终结了对手，然后将斧头甩出去击杀了其中一名刺客。虽然巴老板全部的身家已经彻底输光，但好在能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当他的妻子露西亚得知此事后，他认为斯巴达就是个扫把星，如果他不死的话，那么今后一定会给他们带来无尽的灾难。然而巴老板却不这么认为，毕竟是斯巴达救了自己的命，无论是天理还是人情，他都应该感谢斯巴达的救命之恩。最后巴老板决定帮斯巴达找回他的妻子，同时也不再让他再去地下竞技场，而是让他留在这里做一名真正的决斗士。女主人露西亚又趁巴老板外出的时候，让女奴叫来身体强壮的克雷斯，想要一起探讨人生。但不巧的是，克雷斯明天会有一场竞技决斗，为了保存良好的身体状态，克雷斯委婉地拒绝了露西亚的好意。露西亚也不想克雷斯战死竞技场，只好含泪让女奴送他离开。回到训练场上，老黑教官开始对斯巴达跟克雷斯进行严格训练，因为明天他俩将会一同迎战死亡之影。死亡之影是一个犹如魔鬼般的决斗士，之前跟他交过手的人都几乎全部丧，而老黑教官则是唯一从他手中活下来的人。可想而知死亡之影的战斗力有多么的恐怖，但此时两人联手都打不过老黑教官，更别说明天要怎么打败死亡之影。而且两人还相互看对方不顺眼，根本就没有要相互配合训练的意思。如今的斯巴达心里只想着救出自己的妻子，他对这场比赛丝毫提不起兴趣。直到好友维罗告诉他，如果你能侥幸打赢死亡之影，那么你所得的奖金足够赎回你的妻子数百次。于是斯巴达主动来找克雷斯，希望化干戈为玉帛。然而克雷斯根本就不为所动，眼见两人不肯摒弃前嫌，教官只好脱下衣服让他们看身上的伤疤，这就是死亡之影当初给他留下的。两人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他们决定摒弃前嫌，接受教官的训练。第二天大战如期而至，在老黑教官的祝福中，两人开始登上了竞技场。行政官在台上宣布决斗开始，伴随着台上观众的欢呼声，一个强壮的男人闪亮登场。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顿时变得乌云密布，他就是传说中站立的天花板死亡之影。几万人的竞技场顿时陷入一片死寂，随着台上的行政官宣布比赛开始，一场旷世大战就此展开。没想到传说中的竞技之神就这么不堪一击，这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有些不可置信。他们摘下头盔向众人展示胜利的喜悦，然而就在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场上的观众突然停止了呐喊，原来是死亡之影重新站了起来。这时天空突然变得电闪雷鸣，而刚才的打斗只不过他的一场热身运动，接下来死亡之影才展现出真正的实力。很快两人就被重重一击相继倒地，克雷斯迅速起身独自朝死亡之影冲去，他看准时机一剑插入死亡之影的身体，可这点伤害依然对死亡之影没有造成致命一击。他一头撞向克雷斯，接着硬生生拔出腹中的利剑对他进行一顿疯狂的输出。就在克雷斯命悬一线之际，斯巴达脚踩盾牌一跃而起加入了战斗。这时奄奄一息的克雷斯捡起地上的头盔，然后利用太阳光反射到死亡之影的脸上，斯巴达则抓准时机一个翻滚捡起地上的利剑刺入了他的身体。在现场观众的呐喊声中，斯巴达手持双剑当场取下了他的脑袋。伴随着死亡之影的倒下，天空中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干旱已久的卡普亚在此刻间迎来了久违的雨露甘霖。斯巴达经此一战瞬间名扬四海，他也成功取代了克雷斯成为了卡普亚的冠军，这一战也为巴老板赚到了不少钱。作为奖赏，巴老板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他告诉给斯巴达已经找到了他的妻子苏拉，此时已经坐马车赶来的路上。巴老板还专门为斯巴达准备好一个单间跟他妻子叙旧，虽然两人能短暂的相见，但夫妻两人终究还是巴老板的奴隶。于是斯巴达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要带着妻子一起逃出这里。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给好友维罗，维罗劝他不要异想天开，这里不仅有着重兵把守，而且训练营还建立在悬崖峭壁之上，单凭你一人之力根本就无法逃出去，就算能杀掉所有的看守的士兵，没有马匹赶路，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抓回来。但斯巴达却信心满满，因为妻子苏拉会乘坐马车赶，所以马匹的事不用担心。但他却忽略了最关键的一位人物，那就是他们的老黑教官。斯巴达这才恍然大悟，但他还是觉得有对付老黑的本事。第二天，巴老板专为斯巴达量身打造了一套盔甲，以便他日后在竞技场上所向披靡。有了这套盔甲的保护，对他逃跑的计划更是如虎添翼。趁着巴老板高兴之际，斯巴达提出要用他这次赢得的奖买一些好酒家人来犒劳一下兄弟们，而斯巴达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让他们喝得烂醉如泥，这样就能对他逃跑的计划减少了很多阻碍。果然到了半夜，决斗士们都喝得伶仃大醉，看守的士兵也是喝到分不清东南西北，但是老黑教官纪律严明，对美酒家人丝毫提不起兴趣。于是斯巴达借着来看望克雷斯的机会，然后趁机偷了点蒙汗药放进了酒杯里，接着他就端着酒杯找到老黑，打算敬他一杯表示感激之情。虽然老黑已经敬酒多年，但为了庆祝他们夫妻二人团聚，他愿意为此破例一次。几个小时后，训练营里所有的决斗士都已然醉倒，接下来他穿上盔甲将匕首藏于袖子之中，然后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妻子的到来。很快一辆马车就进入到训练营内，看着门口还在晕晕欲睡的士兵，斯巴达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这时巴老板率先爬上马车与车夫进行交谈，这可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就在斯巴达即将动手之时，老黑教官却提前醒了过来，他已经意识到斯巴达想要带妻子一起逃走的想法。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车夫满身的血迹，斯巴达瞬间知道情况不妙，妻子苏拉在赶来跟他见面的途中已经惨遭他人毒手。斯巴达抱着妻子的尸体悲痛欲绝，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妻子苏拉的死是巴老板派人一手安排的，因为他深知斯巴达是自己的摇钱树，又怎能真心接来苏拉让他沉浸在男欢女爱之中。他要断了斯巴达的念想，让他死心塌地的成为自己的赚钱工具。然而身为奴隶的斯巴达却毫无办法，只能将心爱的妻子火葬于训练营之中。在训练场上，老黑教官对斯巴达想要逃走的想法提出警告，但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给巴老板，而是希望斯巴达断了这个念想，安安分分地做一名决斗士。自从斯巴达一战成名后，前来寻找巴老板谈合作的贵族也是络绎不绝。这位胖子的祖父是罗马的一位名将，他想让斯巴达扮演自己的祖父，在竞技场上跟几名色雷斯人进行决斗。面对丰厚的报酬，巴老板想都没想就爽快答应，
斯巴达知道后当场拒绝出战，因为他本身就是色雷斯人，怎能与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I do not ask. I come on. 这天在吃饭的时候，一名决斗士正在欺负瘦小的皮洛斯。斯巴达见状立马大声呵斥阻止，因为曾在斯巴达最艰难的时候，善良的皮洛斯主动为他端茶倒水，但斯巴达只能护得了他一时。趁斯巴达不在的时候，皮洛斯又惨遭这名决斗士的欺凌罢了。当斯巴达看到这一幕瞬间上头，他来到训练场见到这名决斗士就是对他一顿疯狂输出。然而这名决斗士不但没有感到一丝愧疚，反而还出言侮辱已经死去的皮洛斯。斯巴达听后再次上头，一怒之下将他扔下了悬崖。巴老板知道此事后异常的愤怒，就算这名决斗士罪该万死，也该由他来掌握这个生杀大权。虽然巴老板对斯巴达这次的行为很不满，但为了不影响斯巴达明天的竞技比赛，他也只能强行压制住心中的怒火。斯巴达在思索了一整夜后也终于释怀，他自动将私藏起来的匕首交给巴老板，并答应巴老板他会出战明天的竞技决斗，但他有一个要求，他想要独自一人迎战六名对手。巴老板为了今后的宏图大业，决定愿意赌上一把。第二天比赛如期而至，斯巴达站在竞技场上展开双臂气定神闲。这时其中一名对手率先扔出长矛刺向了斯巴达，只见他会心一笑，接着手持双剑冲向了六名对手。最终斯巴达凭借着自身的强大击败了六名对手，还剩下一名对手身负重伤跪在地上瑟瑟发抖。这一幕让斯巴达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在台上观众的呐喊声中，斯巴达手起刀落砍下了对方的手。从这一刻开始，斯巴达正式告别过去，成为一个真正的决斗士。作为奴隶主的巴老板也因为有了斯巴达这颗摇钱树赚得盆满钵满，于是他又在市场上购买了一些奴隶，打算要训练一批新的决斗士。这天刚好葛雷伯将军的妻子来到训练场，为了讨好他，让巴老板以后的事业更加顺利，露西亚让他挑选一名奴隶作为自己的决斗士。伊利亚听后非常开心，但他并不知道该如何挑选，于是巴老板下令让他们脱掉身上的遮羞布。经过了一番仔细观察，他最终选择了身体强壮的毛哥作为自己的决斗士。在有了自己的决斗士后，伊利亚隔三差五地跑到训练场来了解毛哥的成长，果然毛哥也是众多新人中出类拔萃的决斗士。于是伊利亚叫来自己的贵妇朋友好好炫耀一番，然而聚集在一起的贵妇们谈话之间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言语中都充满了火药味，还嘲讽伊利亚的奴隶是一个连竞技场都没参加过的决斗士，这跟现在名扬四海的斯巴达根本就没法比。在贵妇们的一致要求下，斯巴达被带到大厅内供他们玩耍，然而伊利亚却拿着匕首对斯巴达一顿羞辱。但斯巴达怎么也不会忘记妻子苏拉的死都是他的丈夫葛雷伯一手造成的，斯巴达的出言还击让伊利亚在贵妇们面前颜面扫地，于是他让士兵叫来自己的决斗士毛哥，打算让毛哥悄悄将斯巴达干掉，作为回报事成之后就会还给毛哥一个自由之身。于是毛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此时的斯巴达正在浴室里发愣，突然被毛哥用绳子勒住脖子。身负重伤的克雷斯为了证明自己还有一丝价值，他使用自身的洪荒之力尽量满足女主人露西亚，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在巴老板面前说好话，不要将自己卖掉，更何况这里还有他心爱的女友妮维亚。当他返回去的途中，突然听到浴室传来动静，原来是新来的奴隶毛哥正在偷袭斯巴达。就在他命悬一线之时，克雷斯突然现身阻止。原本就身负重伤的克雷斯经此一战也让自己丢了半条命，巴老板知道后勃然大怒，虽然他知道是伊利亚暗中作梗，但为了以后巴结他的丈夫着想，也只能当着伊利亚的面将毛哥钉在十字架上以示警告。克雷斯也因为及时救下斯巴达一命，巴老板决定不再打算将他卖掉。这天露西亚安排一群女奴隶站成一排，他们戴着一副各式各样的面具供旁边的一名贵妇挑选，最终他选择了米拉所戴的面具。原来这名贵妇对斯巴达仰慕已久，于是偷偷来到这里想要跟斯巴达探讨人生。露西亚也看出了他的心思，当面跟他说清楚面具狂欢的规则，他叫贵妇到时候独自一人前来，千万不要带任何随从，为了能保护你的身份不被泄露，在交流中绝不能取下面具。就在两人交谈甚欢时，伊利亚突然到访，看着贵妇手中带走的面具，他意识到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于是他开始大胆的胡乱猜测。伊利亚答应保密，但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原来他对克雷斯也垂涎已久，也想要跟他一起探讨人生。这下露西亚可炸毛了，克雷斯只属于他一个人，他绝不允许别的女人来跟他一起分享。很快面具狂欢就在今晚开始，在这之前露西亚再三叮嘱斯巴达不要取下面具，在化好妆戴上面具之后，两人开始了一顿翻云覆雨。
然而十分钟过去，露西亚突然闯进来，说自己搞错了。当他们取下对方的面具后，才知道两人正是彼此最讨厌的仇人。斯巴达愤怒的想要当场掐死伊利亚，好在守卫兵及时赶到，将斯巴达打晕，带离了现场。身为将军夫人，竟然跟奴隶搞在一起，贵妇在一旁毫不掩饰的对伊利亚进行嘲讽。伊利亚一怒之下，当场送他陨恨了西普。 露西亚原本只是想给伊利亚一个小教训，没想到事情闹得有点过头了。但好在贵妇遵守规则，一个人偷偷前来的，于是夫妻俩打算毁尸灭迹，保住这个秘密，也算是卖给伊利亚一个人情，借此以后还能攀上他丈夫的高枝。而伊利亚此刻的命运也彻底掌握在了这夫妻俩的手里。这是一场真人大乱斗竞技场比赛，这一次斯巴达跟自己的好兄弟维罗将一同对战十几名决斗士，最终在两人默契的配合下赢得了这场战斗。 台上行政官的儿子看得热血沸腾，他被斯巴达的英勇战斗所深深折服。再过几天后就是他的成人礼，巴老板借此机会向行政官提议，在韩舍为他儿子举办几天后的成人礼。这熊孩子听后也是万分开心，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近距离的一睹斯巴达的风采。回去后，巴老板立马找来了斯巴达跟克雷斯，他要让两人在成人礼的那天来一场新旧冠军大战。但这也只是一场表演赛，临走前巴老板一再叮嘱二人。 可以受伤流血但切勿伤其性命，毕竟斯巴达跟克雷斯都是他花重金培养出来的决斗士，而巴老板大费周章的想要举办这场生日宴，目的是想要拉近与行政官的关系，这或许以后能让他进入元老会的仕途更加顺利。在训练场上，斯巴达正在跟自己的好兄弟维罗戏耍打闹。当伊利亚看到他两亲如兄弟时，一个恶毒的想法在他心里产生，而此时身体已经完全康复的克雷斯一直对斯巴达抢走自己的风头耿耿于怀。 成人礼这天如期举行，一众罗马的达官贵族也来到了巴老板的公馆。在巴老板的安排下，这熊孩子也如愿以偿近距离的接触到斯巴达。他还跟自己偶像比划了两招，结果不小心弄得满身的灰尘。为了不影响今晚的生日宴，于是露西亚带他去洗了个澡。然而伊利亚则借此机会来到浴室，为了想要报复斯巴达这个仇人，他不惜出卖自己的肉身来讨好行政官的儿子。十分钟过后，今晚的生日宴正式开始。 巴老板安排今晚参加宴会的决斗士整齐地站成一排，他准备让克雷斯和斯巴达来一场开头大战。然而就在这时，熊孩子却突然打断了巴老板，他认为克雷斯的雄风已然不在，于是他要求维罗跟斯巴达进行对战。而这一切都是伊利亚在暗中作梗。虽然克雷斯万分的不情愿，但身为一个奴隶的他也只能乖乖服从。随着熊孩子的一声令下，斯巴达跟维罗的表演正式开始。很快，维罗就败在斯巴达的剑下。 原本这场精彩的表演赛就这样结束，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熊孩子竟然做出拇指向下的手势。这个手势也意味着是要将失败者处决的意思。面对熊孩子的这个无理要求，斯巴达该如何做出选择呢？这时，巴老板站了出来。原本说好的只是一场表演赛，然而熊孩子转头就看向了自己的父亲。在达官贵族们的眼里，奴隶的生命就如蝼蚁一般分文不值，但对斯巴达而言， 维罗是他亲如手足的好兄弟，他怎么可能对他痛下杀手？眼见斯巴达迟迟不肯动手，巴老板只好命令士兵给他施加压力。维罗自知今晚难逃一死，为了不让斯巴达为难，别无选择的他抓住剑柄向自己的肩膀刺了下去。最终，斯巴达流下了悲痛的泪水。当维罗倒地的这一刻，达官贵族们都纷纷鼓起了掌，但没有人在乎斯巴达此时的内心有多么痛苦。 而这也仅仅是伊利亚对斯巴达复仇计划的开始。对巴老板而言，虽然失去一名决斗士损失不小，但能换来行政官的欢心也是值得的。于是他趁机提出自己要从政的想法。然而行政官的一番话彻底打破了他的妄想，因为从政必须是贵族身份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而巴老板也只不过是一个优秀的决斗士训练者，他的条件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从政。与此同时， 斯巴达对维罗的死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之中。此时的他就像一个孤立无援的孩子一样万般的脆弱。这时，一位曾被他拒之门外的女子来到他身边，看着如此伤心难过的斯巴达，米拉一把将他搂在了自己的怀里。也许以这样的方式才能给到斯巴达最好的安慰吧。维罗的妻子更是指责斯巴达：“他可当你视为亲兄弟一般，你怎么狠心下得了手？”面对维罗妻子的质问，斯巴达只能无言以对。这也让他更加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 而巴老板大费周章地举办这场生日宴，不仅没有得到行政官的认可，还白白损失了一名决斗士。这口气他实在咽不下。一向有仇必报的巴老板开始制定了复仇计划，他要让行政官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随后，他叫来斯巴达假心假意对他安慰一番，并承诺一定要让行政官血债血偿。
斯巴达听后也是万分感动，并表示自己随时听后巴老板吩咐，因为过几天罗马将会举行一场大型竞技比赛，是庞贝城与卡普亚城之间的冠军对决，往年都是索洛尼斯的决斗士代表卡普亚城出战，而今年终于轮到了自己。巴老板决定派出斯巴达迎战庞贝城的冠军。斯巴达当即答应出战，但同时他也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将自己赢得的所有奖金交给维罗的妻子，因为他答应过维罗要照顾好他的妻小。 这也许是斯巴达能为他的妻子做出唯一的补偿方式，但接下来的这几天，斯巴达一直还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就连日常的训练，他都无心参与，而整日的悲伤过度也导致了他腹部的伤口发炎，最终他晕倒在了训练场上。当看到斯巴达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巴老板感到焦急万分，因为明天就是庞贝之战的日子，按现在斯巴达这个情况，肯定参加不了。无奈之下，巴老板只好让克雷斯代替斯巴达出战。得知消息后的克雷斯欣喜万分。 他向女友妮维亚分享了自己的这份喜悦，憋屈了半年之久，他终于有机会夺回属于自己的荣耀。冠军之战如期而至，但本该主持这场对战的行政官却迟迟不见踪影。眼见台上的观众已经等得不耐烦，行政官夫人只好让巴老板代替他宣布比赛开始。当得知克雷斯代替斯巴达出战时，台上的观众瞬间表示出不满的情绪。在老黑教官的鼓励下，克雷斯鼓起勇气踏上了战场。 而这次他面对的正是庞贝城的冠军贝里。在往年的冠军之战中，卡普亚城还从未战胜过此战。如果克雷斯能赢下这场比赛，那么他也将会重拾回自己的荣耀。随着巴老板一声令下，决斗比赛正式开始。刚开始，两人还打得有来有回，但由于克雷斯半年之久没有参加过竞技决斗，更何况刚复出就要面对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到中场他被对手打得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在观台上的露西亚，由于太过于担心克雷斯，差点就晕了过去。 巴老板只好命令妮维亚带他先下去休息，但克雷斯在强大好胜之心的加持下，他又重新站了起来。突然间，他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战斗力，贝利一个翻滚再次冲向克雷斯，可却被克雷斯一个华丽转身划开了他的肚子。在现场观众的呐喊声中，克雷斯毫不犹豫地终结了对手。从这一刻起，克雷斯终于拾回失去已久的荣耀。然而，这场胜利的比赛仅仅只是巴老板的一个开始。这时，卫兵给巴老板递了一张字条，原来是行政官的车队在城外遭到袭击。 而行政官也在这次袭击中不见了踪影。就在母子二人不知所措的时候，巴老板提议带熊孩子一起去寻找行政官的下落。然而这一切都是巴老板在暗中作梗。原来巴老板在比赛前就安排一名杀手绑架了行政官，这名杀手正是杀死斯巴达妻子的那名车夫。行政官被绑架到城郊的一处下水道里，由车夫跟阿舒尔一同看守。在愤怒之下，巴老板对行政官进行一顿羞辱和痛骂。 甚至还动手狠狠教训了他一番。老板离开之后，两人就发现行政官似乎没有了气息，于是车夫就伸头上前查看，可没想到这老头竟然诈尸，还狠狠地反咬了车夫的脖子一口。在挣脱后，愤怒的车夫疯狂连揍行政官几句。阿舒尔见状，连忙上前阻止，并劝他先返回训练营处理一下伤口。回到训练营的车夫并没有注意到躺在他身边的人正是斯巴达。阿舒尔在车夫走后也开始执行了自己的计划。 随后，他就找到巴老板的死对头老白，并将行政官的行踪透露给他。老白赶忙跟随阿舒尔一同前往下水道解救行政官。他们刚到下水道，阿舒尔突然听到脚步声传来，为了不被人发现，阿舒尔转身就逃离了这里。而老白决定冒险留下来解救行政官。可当他摘下头套时，才发现行政官已经早就饮恨了西北。这一幕刚好被巴老板领着行政官的儿子的方发现，老白这下彻底的完蛋。巴老板当即命令士兵将老白控制住。 当看到阿舒尔出现在巴老板的身后，老白这才意识到自己掉进了巴老板为他设下的陷阱，事实已经摆在眼前。老白解释什么都已经无力回天。与此同时，昏迷已久的斯巴达突然醒了过来。当他看到隔壁床的车夫顿时大吃一惊，一个已死之人为何还会出现在这里？于是斯巴达连忙掀开车夫的衣服，发现他身上竟然一点伤疤都没有。斯巴达这才恍然大悟，他一把勒住车夫的脖子，逼问对方说出是谁指使他杀害自己的妻子。 斯巴达一怒之下当场送他饮恨西北。从这一刻起，一个复仇计划在斯巴达心中悄悄点燃。主人露西亚又叫来身体强壮的克雷斯，想要一起探讨人生。可当两人就要深入交流的时候，露西亚却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巴老板知道后欣喜万分，年过半百的他终于要喜当爹了。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也许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亲生的。自从上次阿舒尔立下大功后，巴老板不但免除了他的奴隶身份，还让他成为了内务大总管。 巴老板还表示，让他在公馆内随意挑一名女奴成为自己的女人。阿舒尔听后感到受宠若惊，
而他挑选的女人正是跟克雷斯有私情的妮维亚，这也是为了之前克雷斯断他一条腿的报复。虽然妮维亚百般的不情愿，但身为奴隶的他也别无选择。很快克雷斯就察觉到妮维亚对自己变得冷淡，于是他询问妮维亚究竟发生了什么。无奈的妮维亚也只能含泪告诉他，自己已经被主人赐给了别人。克雷斯瞬间惊慌失措，并急忙询问那个人的名字，但妮维亚并没有告诉他，因为身为奴隶的他们根本就无法改变这一切。这天巴老板叫来斯巴达，因为葛雷伯将军即将亲临公馆，想到斯巴达跟葛雷伯之间的恩怨，所以这才叫来斯巴达，让他见到葛雷伯后要老实一点，不要给自己添乱，影响了自己走上政坛的梦想。斯巴达表面上实则答应，可心里正打算寻找着机会干掉巴老板。这时他发现桌子上的一把匕首，就在他正要动手之时，却突然看到了好兄弟维罗的妻子。因为奴隶是主，所有的奴隶都要跟着一起陪葬，为了不连累到好兄弟的妻子，斯巴达只能对巴老板的刺杀行动从长计议。第二天葛雷伯将军就来到了巴老板的公馆，巴老板当即提出自己想要从政的想法，哪怕给他个一官半职也行。为了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巴老板还叫出所有的决斗士出来站成一排，让葛雷伯将军看到自己训练的成果。当看到斯巴达的这一刻，葛雷伯想起了他俩之间的恩怨，于是他当着众人的面狠狠羞辱了斯巴达一番。但斯巴达听从巴老板之前的嘱咐，并没有跟葛雷伯发生冲突，但葛雷伯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让斯巴达用木剑对战几名手持真家伙的士兵，他想借此机会除掉斯巴达这个心头之恨。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如今的斯巴达已经今非昔比，在几名士兵的猛烈围攻下，不仅没有伤到斯巴达分毫，反而还被他全部反杀，这也让葛雷伯感到颜面扫地。为了能让巴老板知难而退，他提出只要斯巴达跪在自己的面前，他就同意资助巴老板走上仕途之路。巴老板立即要求斯巴达乖乖照做。刚开始斯巴达还是无动于衷，可当他看到好兄弟维罗的妻子，为了护其周全着想，斯巴达也只能选择忍辱负重跪了下。就在葛雷伯将军骑虎难下之时，阿舒尔却走向了妮维亚，并当着克雷斯的面对他做出亲昵的举动，目的就是为了激怒克雷斯，让他跟妮维亚的关系暴露出来。果然克雷斯见到后瞬间上头，他愤怒地冲过去，直接将阿舒尔扑倒在地。克雷斯的这些举动让巴老板很是不解，阿舒尔却在一旁无辜地说道，我只是在和自己的女人亲密。不知他为何突然大发雷霆，露西亚这才恍然大悟，随着妮维亚跟克雷斯的地下恋情曝光，他也遭到了露西亚的一顿疯狂毒打，并在他身上搜出了地牢的钥匙。妮维亚知道自己已经难逃一死，于是他坚定地告诉北露西亚，自己才是克雷斯的真爱。Bring me a knife。与此同时，克雷斯的突然失控也让葛雷伯找到拒绝巴老板的理由。他讽刺巴老板连自己的奴隶都管不住，更别说要踏入政坛管理其他事情。说完就要转身离开，巴老板当场跟葛雷伯撕破脸皮，并让阿舒尔拿出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正是他妻子伊利亚杀害那名贵妇的一只手。巴老板想用这件事来作为要挟，证据已经摆在眼前，伊利亚再怎么狡辩都于事无补。为了不让这件事影响到自己的仕途，葛雷伯也只能无奈答应资助巴老板参与从政，并让自己的部分士兵跟伊利亚留守这里帮助巴老板。而克雷斯也因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看着自己的仇人遭到残酷的鞭打，阿舒尔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然而巴老板其实早就知道露西亚跟克雷斯的奸情，他只是为了讨露西亚欢心才一直假装不知道的。本以为做到天衣无缝的露西亚此刻才知道，他的放纵只不过是巴老板的纵容罢了。而可怜的妮维亚已被剪去了美丽的长发，明天他将会被送到矿区终身为奴受苦受难。这对苦命鸳鸯最终含泪告别了彼此。这天巴老板收到了一个天大的喜讯，自从获得葛雷伯将军的帮助后，巴老板就一路平步青云踏足政坛，明天他将正式担任卡普亚行政官一职。为了庆祝自己当上行政官，巴老板打算邀请卡普亚的达官贵人来到公馆开个庆祝宴会。露西亚当即提议在庆祝宴上安排克雷斯与斯巴达来一场生死对决，这样不仅可以取悦达官贵族，还可以借此机会除掉克雷斯。但克雷斯与斯巴达的战斗力不相上下，为了能确保斯巴达获胜，于是巴老板让阿舒尔买来药物，让他悄悄在克雷斯的食物里下毒。他的计划可谓是天衣无缝，但他丝毫没有察觉到斯巴达正在悄悄酝酿着一场越狱行动。这些天葛雷伯将军留下的部分士兵经常在训练场上无故殴打决斗士，这也给斯巴达带来了发动角斗士们加入越狱计划的良机。在斯巴达的极力游说下，大部分的决斗士都愿意誓死追随斯巴达，但此时的克雷斯被关在地牢里，如果有他的加入，那么成功的几率就会大幅增加。晚上巴老板召见斯巴达，告知他几天后的庆祝宴会上跟克雷斯来一场生死对决。斯巴达也趁机向巴老板提出
为了能跟克雷斯来一场公平公正的生死决斗，斯巴达希望巴老板能将其放出来好好训练，到时候会让克雷斯输得心服口服。巴老板已经在克雷斯的食物里暗中下毒，他自然不会介意将克雷斯放出来。斯巴达还提出，在比赛之前他想跟米拉共度一夜春宵。巴老板当即同意斯巴达的两项要求。斯巴达之所以想要见到米拉，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在发生暴乱之前打开训练场跟公馆之间的铁门。米拉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第二天，克雷斯也被顺利放了出来。斯巴达当即就跟他提起逃跑的事情，但是克雷斯依然抱有幻想，他想要以决斗士的身份再竞技场上赢得自由，并救出他心爱的妮维亚。斯巴达叫他不要再相信巴老板，自己妻子的死就是个前车之鉴。即便在斯巴达的极力劝说下，克雷斯还是拒绝加入这次越狱行动。 不过，经过这次的谈话，让两人之间的关系缓和了许多。在比赛的前一晚，旧情难舍的露西亚决定来看望克雷斯最后一面。露西亚告诉克雷斯，自己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只要克雷斯肯承认不爱妮维亚，露西亚就放他一条生路。但是克雷斯根本就不肯服软，至死不移地维护了自己的爱情。见到克雷斯如此顽固，露西亚也对他彻底死了心，并给克雷斯丢下了几句狠话，就转身离开。巴达跟克雷斯的生死对决终于来临。 决斗时，克雷斯一直很拼命，而斯巴达却不停地找机会劝他一起加入越狱行动。但是克雷斯根本就不予理会，斯巴达也只能且战且退，故意拖延时间，目的就是为了等待米拉打开训练场跟公馆之间的大门。米拉也找到机会脱身，并悄悄来到地牢将看守大门的士兵打晕。随后他就向斯巴达发送信号，看到信号的斯巴达也立即向克雷斯发动了反击。克雷斯这时突然发现自己身体出现不适，斯巴达这才告诉他， 巴老板早就在你的食物里下了，目的就是为了想要置你于死地。原来在巴老板跟阿舒尔商量给克雷斯下毒的时候，正好被一旁围罗的妻子听见。他当即找到斯巴达质问围罗的死是不是也遭到同样的手段死在斯巴达手里。在斯巴达否认的同时，并告诉给他围罗的死是行政官的儿子造成的。在看台上，巴老板跟一众达官贵族都要求杀死克雷斯，直到此刻，克雷斯才彻底对角斗士的荣耀死了心。 他蹲在地上，竖起盾牌挡在面前。这是他们当时联手打败死亡之影用过的招数。斯巴达瞬间明白克雷斯的用意，他脚踩盾牌，一跃而起，将利剑刺向了巴老板。眼见奴隶们发生了暴动，看台上的一众达官贵族都纷纷慌乱了阵脚。就在斯巴达准备给巴老板致命一击时，老黑教官甩出鞭子缠住了他的手臂。僵持之下，克雷斯一跃而起，斩断了鞭子。在克雷斯的鼓动下， 所有的决斗士都一起加入了暴乱行动，他们赤手空拳跟守卫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此时逃进公馆内的贵族们已经被吓得不知所踪。女主人露西亚让伊利亚赶紧去叫葛雷伯守在门外的士兵前来支援。伊利亚表面上实则答应，可心里早就有了报复露西亚的想法。于是他走到门外，命令士兵将大门锁住。为了能置露西亚于死地，这个狠毒的女人一并将众多的罗马达官贵族锁在了。 一场酣畅淋漓的大屠杀这才正式开始。整个公馆到处都是尸横遍野，克雷斯也找到了惊慌失措的露西亚。克雷斯质问他将妮维亚卖到了哪里。眼见克雷斯一步步逼近，于是他拿肚子里的孩子来当做挡箭牌。另一边，维罗的妻子带着行政官的儿子来到一处无人的角落，然后他试探性的询问熊孩子：“当初是不是你下令杀了维罗？”熊孩子承认了此事，他不但没有感到一丝愧疚，在他的眼里，奴隶的生命就如蝼蚁一般分文不值。 熊孩子就这样被维罗的妻子送去了西北。此时的巴老板已经是一个待宰的羔羊，走投无路的他跟斯巴达打起了感情牌。是我让你成为卡普亚的冠军，如果没有我，哪里会有今天的你？随着巴老板的饮恨西北，斯巴达也带领着决斗士们一起冲出了训练场。